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an Des。这一支超难北极豆已经是蛮久以前的卡了啦，然后这一轮嘛，就想要把它给拿出来使用一下。哇，它的 sticker 特殊贴纸贴上去之后，简直是帅到不要不要的，有没有？超好看的，比那一只国旗袋还好看，我个人觉得。然后这一次已经把它的连接全部练满了。想当初就是悟空战刚出的时候，这一只就是属于超级大炮角色啊。当时我本身是没有抽到，所以羡慕了相当久。后来就在那种讲说呢，之前的抽五周年的卡机好像有它，就稍微抽到了一些。然后之后在那种215个 step 的那种必中限定的那种卡池内，有再把它给捞到，总共最后开到2路，真的是还蛮不错的，攻击力又高，然后又能无限叠攻防。虽然说在现在的环境来说，它是比较难用的啦，不过这一支真的是还蛮爽快的。如果是可以顺顺利利的把它给练上来的话，最大四连发，哇，那个真的是爽到不要不要，超高确立，最大两回合。追加攻击，然后中确立必杀技发动，然后攻击的时候攻击提升 15%， 然后最大 150%， 攻击力加成到 150% 是蛮高的，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未来了，期望它之后的提升。因为毕竟现在是走属性队长的期限在，所以属性队长那十只完了就是轮到它了，这一只跟那只隶属的罗杰，非常棒，这一支又有无限攻防提升，帅哦。然后这一轮组的队伍就是 Gogeta and Vegito 啦，另外一支 Gogeta 就是这一边啦，也是一样，之前有拿来用过的了，满彩满连接全部都是 level 10啦，然后变身这支是蛮好看的，可是在特殊贴纸贴下去之后，特殊贴纸的特效是这一支北极都会好看得多啦。然后队伍安排方面当然是很简单啦，国旗大国旗大，北极都北极都就是这么样子简单，然后剩下三支辅助 Let's go。 这都悟空战真的是要被打穿了。希望这个一开场的排位是漂亮一点，我靠，两个分的这么严，这样的话就简单了，北极都过去找那一个北极豆好了，然后我其他再让他之后再转回来。OK， 就这样子，不用想那么多了，就直接去了。这个的话就也不特别去追求他的时间了，攻击时间差不多顺顺打过去就好了。毕竟他也带各种东西，要非常专心的去打，而且好运是不行。好运是非常重点的，开场的排位要非常的顺利啊。像这样子开场的不太顺利的连接就不太棒了。不过杀得太快，我也是怕怕的，因为之后就很麻烦了。所以这个就上去，然后就国旗大换过去另外一个顺位，就怎么样子。先看一下初始好了，36000啊，超低，36000吧了。OK， 好，还好是克数，94000，这边还有辅助40%的攻击位，完全不行啊，再来。这个他的必杀连击这边真的是全部看运啊，你毕竟只有总确立发动。不过我的自己的前解那边是点到15点的连接了啦，所以还算是可以期待吧。然后彗星一击有去到了18点，蛮高的。原本我是想说上一次如果有抽到连击跟彗星 level 3的，就直接给这一只飞石北极斗了，我没有。这一边的话当然是狗子大上前打，把那个必杀技给叠一下攻防啊，这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。OK， 280万，两只辅助在连接不 nice 的情况下还是 OK。而且这一只现在我这只是没有开过路的，所以我觉得蛮猛的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接受了。OK， 难得的连击竟然不是打必杀。OK， 有下。
めっちゃブルーだ。哎，连接除了一个神战士之外，全满，非常的爽。防御力50，53 ，OK 的。重点就是在于他的攻击那一边了。连接满到完的话，他应该可以去到非常干。除了神战士之外哦，超级杀人15%，灭霸气功10%，25，25再加这边35，35，35，40。47再加上一个超级战，20%，哇，这边有到67%的攻击加成，对比一些那种很连接性非常漂亮的队伍来说就比较普通啦，67%来说不高，可是以这一支本身150%的攻击加成，然后又可以无限叠攻叠防来说，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猛了啦。而且那种动不动90%、100%的，除了那几只角色之外也没有了。像达列斯，达列斯就有了。达列斯跟达列斯军团两个连在一起，应该是可以破90%的攻击加成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超级猛。啊，不过最后北极豆这边就轻松，好友的北极豆非常的猛，这个是拆星了的。OK， 国际大 blue 的到国际豆。到国际大了这边，蛮爽的，我很喜欢这种，就是两个合体角色不断的轮替，看他们不断的表演，真的是帅啊！看，耶！这个需要把攻防给拉上去的，就稍微处理一点好了。的这个是361万，这边的话 top four 40%的辅助。还没有开加工道具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看加工道具一开下去破个400万已经是没什么问题了，在这个前面的阶段。不过我想要暂时留一点，留一点，之后一次过可以开到三个加工道具啊，最高最高。这一轮带了三个加工道具以及一个 wish 做保险，因为毕竟别吉托两只都是技术了，打到极悟空那边可能会蛮痛苦。突破。暴击、直接打到挂，我还想说留守一点。前面三发是有点痛，不过防御力已经有7到9万了，还行，可以接受。最后没有被攻击到，我就随便吧。哇哦，被请必杀了。这一下下去一定痛到爆，19万我就知道。到我了，欠一286。他的攻击被我叠满了没有？再来，普攻，又是普攻，再来。OK， 360万了，把他的被动叠上去，攻击力加成真的是很夸张。这边开了2发，不错，最高4连发，最高。可是这种应该是要撞蛮大的印才有机会的。下雨，没有暴击。不过北极都比较好，比国际大爽的地方就在于必定是2连发必杀，这一点真的是没得闲，很爽。不死没关系，这边我知道就直接请他上路。稍微把那个都看门给刺一刺好了，感觉不知道来得及吗？有一点怕是提早把它扔掉吧。411万，这边我知道跟北极豆都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暖机，这点是比较麻烦的地方。OK， 现在只是打到蓝神，也只是第八个回合，所以他的攻防叠起来应该也不是太高，那么就直接来三个道具，看一下他的攻击力可以去到什么点。我相信应该是蛮爆表的。
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哦。满连接，我靠，一来就是清吧，这种东西。先攻必杀超翻，五万七已经可以扛得住了，还不错。681万，第八回合攻击力还没跌到满呢，681万，笑啦，701万。My part， 啊，可惜，竟然是普攻。如果是补多一个那个，可惜可惜，不是补到那种超狂的必杀。这一边的话，防御力才52000啊，这一只我很期待它的极限这个。OK。安全起见，我就吃一个胃草了。虽然说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了。这边也是三个攻击连接，529万，也是不错，而且是必定暴击。哇，这两只比较旧的狗鸡大跟北极豆啦，都非常的爽，他们的攻击能力真的是超级爆干强。哎哎 ，nice， 再来。啊，可惜，就这只狗鸡蛋没有开到路，所以本身就比较难触发连击了。虽然说我是给了他一个那个加五的连击还是加三的，我有点忘记了，要回去看一下。哇，好，还好有刺那个什么，不然这个下去超痛。哇靠！大爷师，你这个时候给我变身，我要的加攻辅助没有了。嘛，没关系。这一边的话，虽然可以在这边用掉是不错了，不过算了，我还是想要看北极豆。北极豆出招还会是比较爽一点的，有没有？是吧？防御力肯定是没问题了。439万。哇靠，被闪掉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继续连打，再来。没有啦，两下就这样子。喂，15点的连击，超高确立的连击，什么鬼哦？用这只北极豆最困扰的地方就在这边了。满心期待的打出两三发的必杀技，结果一下过后什么都没有。超级暗堆。这一边的话，哎呦，这边会用到 Dokkan Mode 喂，啊，那就算了吧，直接请掉他吗？好像看一下能不能忍得住。你不管忍不忍得住，这一只都必须要先攻。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，先开一个 Wish， 然后攻击。加攻击的全部用上来，最后一只的话就希望不要都看木了，开跳好了，算了，相信这两回合可以把这只植物桶给轰掉。不要都看木，打都看木还是来了。我比较期待是让那只北极豆布，明明他才是主角，可算了，搞鸡大开也是一样，毕竟是帅气的角色，只要够帅我就接受了。到底到底，不过那一只北极豆顺利的话打到这边三个道具卡下去，破千万的伤害应该是 OK 的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好，500级，强，真的是，我只剩下一个强的评价了。啊，好爽哦！这样子打，11回合吧，到现在。他
突破什么东西了？哇、wow ！先请他一发主攻击先。その目に焼き付けておくんだな。これがデビットの真の力だ。ファイナル！カメハメハ！帅。尤其是他的那个神，怎么直接秒掉？我切，直接秒掉！我还想那个谁出手的啊，失误了，因为我是怕最后的那一只北极豆技术的那只扛不住，所以想说先用主动技耗一下血，结果主动技一发过去直接死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哇！不过爽就好了，爽就完事吧。没办法，全力的看到那只北极豆 blue。OK， 是三分钟，打得还快，还蛮快的，可以了，可以接受了，还蛮爽。啊，这只真的是，应该说这两只都到现在为止都是超强的，尤其是这只在悟空传，因为都是我们从弱到强嘛，所以有时间给它慢慢的叠。可是如果像现在比较新的关卡，可能就比较难了。到时候他尝试一下，拿去用一下啊。OK， 好，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またね。